解馋无负担的小零食损小样，咱们这个是大包的，一大包里边是418克，里边有20来包左右吧。它这个是按分量来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比咱们平时买那种7块9、10包、9块9、10包那种要划算一点，它里边的东西会更多。这个纯纯是没有什么热量的小零食，刚我算了一下，就这一包的热量连10卡都不到，3卡5卡的。又脆又嫩，又带有藤椒的那种小辣感，特别解馋。尤其你在身材管理的时候，嗯，就这个时间点你想吃东西，你真的没有什么可敢吃的东西，你就吃这个吧，你就即使炫个3包5包的，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嗯，都特别嫩。我觉得像咱们嘴巴馋的时候还得吃这种咸口辣口的才能解馋呢。嗯，都是这种很大块的，嗯，你就即使把这一大包这20来小包你全都炫完，也就相当于吃了一个苹果的热量是差不多的。连我闺女在控制身材，她已经瘦了将近10斤了，一到半夜和多少那小孩也是有点馋，就没事就吃这玩意儿。饿劲儿能忍，这个馋劲儿真的是不好忍啊。辣好好的，你吃完嘴巴里边有味儿了，是很满足。能吃辣的这个辣椒也是可以吃的，那小山椒。那个笋辣度是刚刚好的。那小山椒可辣，不能吃辣的你可别吃。这小山椒脆笋还得损小样啊，品质嘎嘎稳定，而且现在他们家这个价格也真的是老合适了。